宝赵昭仪做客畅青抖音直播间，一起来看看他究竟爆了哪些料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昭昭，然后非常开心来到畅青谷物直播间。听说花少团去夜爬火山了，有什么趣事发生？就是在印尼，然后我们熬夜爬了火山 Bromo 火山，而且就是没睡觉去爬的。因为好像确实是要凌晨三四点爬上去的时候才能看到日出。对，它那个火山就是要熬夜去爬的话，效果会比较好，体验感会比较好。漂亮吗？震撼吗？很漂亮，它那个火山很漂亮，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那些啊，不能知道。好了。旅途中对哪的姐姐印象最深刻？我对涛姐的印象比较深刻，因为涛姐是那种是一个特别温暖热心的大姐姐，而且涛姐真的无敌美，特别漂亮。畅青新品，妹宝最爱哪一款？蓝莓紫米爆珠口味。蓝莓紫米爆珠，要不先喝一个？好啊，因为它酸酸甜甜的，而且我特别喜欢吃蓝莓。哎，我看昭有一个小动作，她每次喝这个之前都会摇一摇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爆珠，一到这里摇开之后再喝，才能感受到每一颗爆珠在你嘴巴里爆开的感觉。你是懂的，你是会喝的，非常好喝，是不是？小红书。